我不是叫你不要来吗？我怎么可能不来？我染 SARS，对不对？这要等 PCR 确定才知道吗？我如果不能回去工作，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会撑不下去。Sky，我拜托你想点办法，不要再让任何人倒下了，好不好？知道，有你在我都很放心。还有，你不要再来看我了，也不要再让任何人进来。是的，不要让我妈知道我生病的事情吧。喂，这里是帕罗护理站，我是徐宏明医生。你好啊，我是建阳宫啊，我现在很好，以前呢受到你们很多的照顾，尤其是陈玉美医生，哎，我能不能跟他说说话呀？不好意思啊，陈医师他染 SARS， 正在隔离病房。啊？他也染疫了？哎，拜托你，我想为他加加油，哎，能让我跟他说说话吗？好，你等我一下。阿公，你现在可以说话了。陈医师啊，我是建阿公了。建阿公，我在竹东医院呢，他们说我一天比一天都进步，一天一天好起来。希望你陈医生也努力加油，不要输给了病毒哎！你要赶快好起来，赶快站起来呀！我会去看你啊，我好想看你啊！如果那有一天，阮会当离开这。唱出阮的心声。如果若有一天，阮无通离开这，你就爱甲人讲，阮拢是为着心所爱的人。王主任，你。是不是有一天换阮来倒伫遐？但是每一天，不管早暗，只要今日白衣，我着一身护理衫，我着是白人的外壳，白人的希望，不管是惊是唔惊。如果那有一天，阮会当离。想出阮的